大家好，这里五娘竹子君，欢迎来到30天变身肚皮五娘。这是一个零基础教程，今天是第六天。今天我们将学习胸部 V 字轨迹 Chest V Line。基本站姿准备好，在这个动作中，胸部会在镜面范畴中向斜上方45度角推动。我们用腹外斜肌发力，把一侧的胸向斜上方推，然后回到原位，反方向将另一侧的胸向斜上方推，回到原位，两侧连在一起做。胸部画一个 V 字的轨迹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感觉到腹外斜肌的拉伸和延展。